庆祝妇女节，中华县政府讲伫咧中华梦想馆举办妇女节一系列的活动，包括着即个性别平等六国竞选、性别平等优先商家认证加性别赢等。来，三二一，请揭牌。启动中华县性别平等办公室，马来宣布妇女节系列活动正式开始。简单的启动仪式了后，副馆长马义颁发感谢状，和协助推动性别平等优工的商家，感谢民间企业加入性别平等优先商家认证的行列。关乎社会署指出，希望透过性别平等办公室的成立，会当有效推动性别主流化的落实。从150年前，我们所有全世界各地的妇女争取劳动人权，争取妇女平权。到今天我们推动妇女福利，就是我们让我们的妇女能够接近这个现代化的这一个福利的需求。彰化县政府在推动这样的福利，以多管齐下、多元发展这样为目标。多管齐下有包含我们建置很多的福利馆，包含目前所在地是妇女梦想馆，那田中、二林、和美、鹿港。未来应该还有西湖，西湖已经建置完了，这么多的馆舍都是要开放给所有的妇女亲子来共同使用。社会处强调，性别平等办公室将整合各项性别平等的计划，加强观念教育以及宣导。多张新闻，张世良、中华采访报道。好，挂上我们的摩天轮的车厢座，可以看到我们有性别平等的 logo 甄选。